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蒸汽烹饪的国家。面点制作，低温的蒸煮很难保持造型。王志强希望用蒸煮法，而不是高温的油炸烘焙，创造出造型立体、形象逼真的面点，把这个中国最传统的技艺做到极致。发面呢，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，我们老祖宗就用蒸的方法，这样呢，人吃起来特别健康。要把面果做得和水果一样逼真，就得多观察、多积累，还得有一定的美术功底。吃的这个上头这个印儿，它是弄成翘边的。为什么着重点这个黑点？其实就画龙点睛，就这一点点，就一个黑芝麻就解决它的问题。如果这一点没有就不行了。